的末日锤，没有人能逃离我的怒火。风暴前的宁静。 进攻！进攻！没多少时间。传染性很强。进攻！不会那么轻易被风化的。我睡得比石头还熟。冰冷的决心。宝前的铭记。战斗吧！ 谢谢您的观赏，感谢频道会员赞助猫咪吃罐头，我范林英邀你去八个市。这个是假名预告。安迪里 Live Show。